微软版脑 Surface 爆变甩胶好鬼流，一出就讲到明要向苹果 iPad 挑机的微软 Surface 十月底至出闸，只不过买家用了几日就官方 forum 狂插啦。Touch cover 的 screen 接口位爆开了，甩皮位都湿湿碎啦，哇哇连电线都爆埋出嚟，成撇嘢咁啊！有报道仲话，连 Windows 嘅开发商同电子产品专栏作家都系受害者添啊！美国、英国都有唔少人中招，估计唔止系一批货出事。微软就梗系唔肯讲有几多投诉啦，净系话有问题，随时可以揾顾客支援噃。